跟面可以淘汰。我们这一期叫很熟的味道，下一期叫你是谁呀、啊？或者叫咱俩熟吗？咱俩熟吗？咱俩熟吗？我做哦。这是我错错了，我做错了什么？我先尝尝面，我这次是饿了。是不是你记忆里的味道？你再尝一口，你再尝一口，好期待呀、啊！这面可以淘汰。淘汰了。啊，这么快就下班了？这面要淘汰吗？确定吗？可以淘汰。不是，差哪儿啊？对对对对。我再喝口汤，我再品品。他觉得味儿不对。感觉味儿不对，但挺好吃。我挺好吃，挺好吃。是吧？但不太对。我看他感觉是更好吃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这因为就一直就没有停下来过呀。今天超常发挥了。今天超常发挥了。有点好吃。这是一个包一次是便宜一次。比你记忆中红姐的好吃是吧？我不能这么说呀。这汤感觉倍儿浓，刚才不是 是不一样吧？是吧？这还真的就不一样。大老师，你先控制一点，你先控制。拉面确实不一样，确实不一样。这是买的呀，这是。你得留点路子尝尝别的。先吃吃这个啊。嗯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现在到了这个白菜肉。这个白菜也可以淘汰，好像确实比刚才那个。这汤底像吗？也不太像。哎，尝尝饺子怎么样？饺子重点，饺子重点，饺子重点，饺子。哎呦，哎呦，怎么了？只是牙碜啊，吃的不至于吧？我两口吃完一个大饺子，我自己加个难度啊，就是这三个都不是，应该是这个是饺子是鸡肉哪儿不一样？也很像。那现在鸡肉这个你也觉得很好吃，也很像，但是没有达到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我觉得酱越过了吧，越浓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个是红姐做的，这一模一样啊，吃的味道完全一样。我觉得馅儿啊，其实大差不差。但总你应该从饺子的形和它捏的那个手法上来看。咱们来深刻的剖析这个饺子，这也很丑啊，人家的。行，没事，反正这第一轮就猜一个不像的嘛，就他，就是他不像。因为他太好吃了吗？不是，不那么。我觉得是酱多了。啊，酱多。放酱吧。我们从小吃的那个就是肉干面，它是有一股奶味儿。那个肉风干肉煮，它有那个奶香味儿，但这也没有奶。咱们要把这个放置的时间算上，你不能完全看表面跟他对。你们这个已经有很多难度了，就别这么捣乱了，好不好？姐说这对，你像这个茴香啊，它放的时间长一点会塌，对吧？什么操作这是？不搞我啊，朋友们！我就猜这个了，别捣乱。拉不住了，拉不住。就这个。这肯定不是，别的我不知道。这么熟的人了，我真的劝你，你再想想。再想想。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我让你每样再尝一口。我不尝了，我选这个白菜。哎呀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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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？那还面条吧，我先面条。到底怎么就说啊？你们到底要干嘛？行吧，我们反正该说的已经说了，咱们是从来不骗人的人。
那白菜白菜白菜。白菜经过多番纠结，蛋总在面条和白菜里边选了白菜。我最后选择这个西红柿好吃。你要一期节目哥，怎么回事？今天到底在干嘛？要你选哪个？我选面条吧，我真吃的不下。蛋总，请起立。啊。接下来我们四位红姐是哪位红姐？今天？复刻了面条这道菜，请你默默地走下来。别害害了。好，蛋总，请放下这个啊！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讲吗？我不想说话了。三、二、一，请转身。怎么了？落枕了？落枕了？怎么回事？落枕了？没事没事。你是不是傻呀？红姐，我这好好认真的给你煮，至于不至于？真的不像啊！我就多放了点。你就是有酱，你上次做就没有酱，有酱味啊？就放了点酱油。你为什么这次要放？都放了。汤确实比我们刚才吃的浓，就感觉里头那个浓。因为要等其他厨师，我这个快，所以我多煮了一会儿。我把汤煮上，我就在那儿坐着等着来着。红、哎、姐，四道菜，她刚吃完这个，她就说这个肯定不是的时候，您当时站那都要碎了，是不是？这面可以淘汰。这面要淘汰吗？确定吗？可以淘汰。我选面条吧，我真吃的不下。你说实话，你我哪你哪去？你上那边站去。把他麦关了吧，你让他说话吧。翻车了，翻车了！您故意让他坐着吃不是？不是他，哎呀他，你问他昨天他吃的什么，他还记得吗？他说他傻是吧？就这意思哈。对，没有记忆。这个面就是三天前我刚吃过，真的不一样。只有饺子是一模一样，他一模一样，真的一模一样，大薯味儿。之前制片人有跟我讲说，他说我们第一期啊，还是想让观众朋友非常完整的了解一下我们节目的架构啊，所以呢，尽量让蛋总去选对。那你们的暗示就是你要再考虑。我真的劝你，再想想。我最后给你一个机会。我们反正该说的已经说了。我你现在想对啊。哎，这四道菜哪道菜是最常吃的，吃的最多的？面就是这面条吧，对不对？这一期节目做完了之后呢，是俩人友谊的见证。对，我们这一期叫很熟的味道，下一期叫你是谁呀？或者叫咱俩熟吗？咱俩熟吗？我感觉蛋总现在整个人不太好，情绪也不太稳定。我们三位大厨要不要也尝一下？哎，来。哎，你。真是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不用，我也得尝。怎么可能一模一样？哇，真的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嗯，本来会有第二轮，红姐要表达一个心意的，但是现在她这心意表达不出去了。我本来想让她做那个炸酱面。那现在咋办呀？你说咋收场啊？没，坐。谁做呀？我做哦，这是我错了什么？李诞除了坐沙发之外还会做饭啊、哦？你是不是从来没在节目里做过饭？什么叫节目？我在这个人间就没做过饭。所以你对我们节目是不是有点太好了？又贡献综艺效果，真的又要贡献人生做饭首秀。哎呀，李诞是我要是猜对了，我就不做。我们非常感动，真的是李诞亲自做饭，做个饭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一会儿你们各位吃才是值得尊重的，你们都是值得尊重的人。好的，今天的故事就到此为止了，谢谢。